嗨，各位小朋友，今天我们一起来拆开一款海底小纵队里边的新玩具吧。我们来把这个玩具的盒子拆开。这个呢，是我们的谢灵通。这个呢，是谢灵通的潜水面罩。这里呢，还有一条非常大的鱼。这个呢，是一把鱼叉。这里边还有一个贝壳。我们来帮谢灵通把潜水面罩戴上去吧。潜水面罩后边呢，还有两个氧气罐。我们再让谢灵通把这把鱼叉拿在手里边吧。在这里呢，有一条大鱼，它听见有人过来了，它赶紧跑到贝壳里边躲了起来。但是谢灵通看见它了，谢灵通要过来把它抓回去。这个呢，是谢灵通的挖掘机。我们来用它把谢灵通抓到的鱼运回去吧。我们来把这条鱼装上车。我们再让谢灵通过来驾驶这辆挖掘机吧。